一声令下，大家就各奔东西了。我就不能自己，但是又去就自己走，我自己到陕西去了。陕西眉县同渠公社，我父亲就讲我为什么不把弟弟妹妹照顾好。哎，我这个地方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失职。后来我这是天相啊，就这个责任了、啊、家庭的责任了、啊、我就上心了。我父亲呢，这个是个有心人，赐子一义不如赐子一名，给我们那个每个人的名字啊都非常有讲究。我这个叫李好，就是李，一开始叫李大师，就从你台湾就逃难回来叫李大师。为什么叫大师呢？我父亲就想要最大啊，对人民对这个祖国老老实实做大实事，叫李大师。我妈的名字叫李春兰，兰花的兰，她春天生的。她改个名字叫李磊，就是对党的事业要光明磊落。我们回来就光明磊落。我父亲本来叫马国燕，他把自己名字叫李燕，就跟着那个我妈来那个姓，跟着李家来姓，就重新做人了，这个意思。后来我父亲为什么呢？从台湾那个二八事件之后，我问这个中新中国，实际上是主要受毛泽东那个新民主主义论那个影响。新民主义论是新中国，我们要建的新中国呢，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就是新民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义的文化，这是我们寻名择实要建的新中国。但是后来毛泽东尤其全国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就把这个新民主义的宗旨呢就改了。就像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叫矫枉过正。毛主席有一句话，经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正是矫枉过正的真理。不吃一堑，不长一智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为什么呢？什么失败呢？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就是最后就是共产党宣言一句话，就总结我们这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呢，就是讲的公有制。毛泽东呢，就学习苏联呢，就搞这个公有制，农村公社化，啊。那个工厂呢，那个叫做资本主义改造，收回资本主义那个三反五反运动，还有个资本主义改造，整个一个全在十年之内就搞成一个全部的国有化，那么就是总动员多个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就把这个方向给改了，新民主主义路线给方向给改了，结果是这拔苗助长。中国没有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也不完全搞清楚，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解释那个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不对，公有制、私有制都发展生产力。所以邓小平那个解释呢，也不完全。现在来讲呢，我讲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讲的也没讲清楚。我们呢，我呢就在1979年在台在香港的那个香港的那个叫做《展望》杂志，是台湾的，出去发表了一篇文章，新民主义推动中华统一，中国中华统一这个背景呢。要从十四大、十五大发展，那个八二年以后，毛泽东跟那个邓小平提出那个，跟那个杨丽颖啊，美国那教授杨丽颖提出那个六点分民主义、一国两制的这个设想。
我认为毛邓小平的思想的一个经过，他一个天花板，他的天花板就是香港模式，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呢就是一个武装斗争的模式，香港这里面出政权，一江胜就是求奉那公民希望，但是他没有实现，没有讲革命精英道理，他没有精英道理。那个，同时毛泽东在那个1949年的时候，在那个召开那个国庆节前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曾经提出过新中国就叫的中华民国。后来又有人提出那个司徒美堂就提出那个自公党美国的自公党那个代表。你还叫中华民国的话，你等于你就不是开始，就是孙中山。毛泽东有这么一点隐私，好像觉得这个是建立新中国，这是一个宏伟的大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是中华民国。你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成立的时候注册的，有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是不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注册的国民，你注册的是这个名，你在那个注册名，除非你通过安理会这个程序把它更名，跟把它注销，这不是你哪个政权哪个政府说注销就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立的新政府，所以说不叫建国大典。我们错误的错误，很多的历史错误就从1949年开始。应该叫做建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叫做人民的中华民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这个问题啊一直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个死就今天说的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临死之前说的什么，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改了国号。大家想一想，一个大家总说毛泽东多么伟大多么英明，那最后他是清醒不改，这个不应该改，这改了国号对国家的统一不利。现在两岸之所以到现在没有统一，就是因为改了国号。一个中华人民国本来就循民则仕的中华民国，但现在非要叫您这个叫现在叫在联合国给你翻了案了，叫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但是中国政府来讲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就把中国这两个字把那个掩盖了，想忽悠过去，想模糊过去，把中华民国模糊过去，模糊不了，台湾就把它接过，这个场接过去，台湾认为它是中华民国的正，就是合法正统。我们是这个中共就叫共匪毛匪，毛泽东去世的台湾的那个报纸的报道是毛匪折动去世。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历史的结论呢，我们说仅次了这个叫做两难选择未知结构。这个什么未知结构呢，它没有正式的没有完全准确的结论，所以历史翻过来覆过去，这一代人讨论完了，下一代人又讨论，到了我们这一代又在讨论。今天呢，我们又在毛泽东这个功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这个功与过，这个统一的问题，这个怎么收尾？习近平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完成这个事。我今天呢谈一，今天呢我这个讲话呢，我就要谈出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方法，不是，绝不是胡那个什么三个代表啊，那个科技发展观啊，还有两个确立啊，两个维护，又胡那个王沪宁提出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那个假大空的那种国家统一的方案。我们就谈具体的，我今天再稍后你等心里，我先讲一下我这个，我做的事情。我把我父亲今天9月9号，我也想到我父亲对我那个，就是9月9号我弟弟死的时候，
因为我说我这个老大没当好，忠孝，我说那个，我有苦衷啊，是吧？我一个人去了陕西，就是像那个这个海洋文化，我对那个陕西那个不知道彼岸是什么，不知道成功，我成功还是失败，就走向彼岸嘛。我昨天讲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我到陕西，我自己还不确定，这是我们把这个弟弟妹妹一下子都，那不是太草率了？所以那时候，啊，弟弟妹妹呢，就自己摸着有机会下乡了，啊，你下乡，但是我们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再把它编写一个解说词。爸爸妈妈又在牛棚里面，我想你现在想起来，就是有时候对不起这个弟弟妹妹。还有一个，我的名字叫李海，就是对，我是从海上来的，从台湾过来的，啊，就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个大海里长大，就是这么一个，就风风雨雨，就风口浪尖上过来的，就是让我记住这个。后来我，就是我弟弟叫李东，为什么叫李东呢？在东北啊，因为我父亲是东北机械局的，啊，国企生产科科长。那个时候的东北建设初期的东北，那个科长相当于孙运权，相当于台湾那个省政府那个孙运权，就是搞经济。当时呢，因为中共呢在建国这个没有这个经济经，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把我父亲呢做工作起义过去了。我父亲当时是，台湾省物资调剂委员会进口科长兼乡里，我爷爷是天津盛昌洋行的会计，就是我父亲的英语呢，那是他15岁的就进那个天津银行的学徒，英语的初步打的基础比较，后来又在那个坦克学校、黄埔军校，这个湖南这个城墙两个字啊，一个城一个墙，就是。这个四人一啊，那是战车学校，对不对？实际上就是坦克学校。教职，教职有方。因为四子。那个是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么一个号召，就是我父亲到湖南黄骅当兵了。当完兵之后到滇缅公路上去了。我父亲最轰烈的一件事呢，就是在罗斯福去世的时候，在加尔各答那个最早地方。代表普军，代表远东军，在那这里的 make a speech， 就是追悼这个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这确实是罗斯福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不到现在，就像乌克兰一样，乌克兰后来现在还不都是靠美元吗？那么现在乌克兰也有这个运输队把这个战略物资给运过来了，从港口运过来了。那么现在我父亲就是那个说。那个港口没有了，只有从印度、缅甸这个登陆，把那个货卸下来，由我父亲他们这个国军这个运输队把它滇缅公路运回来，运到大陆。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运输大队长，这么一个角色。后来那个，我觉得当时很年轻了，在代表这个国军，但是因为这个外语这个事情是这个。这个要真本事要在那上台讲的，所以我父亲英语比较好，就把他去讲这东西。然后呢，罗斯福去世以后，后来就很快就战争就结束了，联合国成立了，然后战争结束了，我父亲就结婚了之后呢，然后就去了台北。台北呢，我的外婆啊，我的外公啊，都在我的外婆呢是美国夏威夷的华侨，我的外公呢是在香港的培训那个机车车辆机车制造的时候认识我的外婆，他是外语老师，然后他就结婚了，然后在香港在台湾就生了这个8个孩子9个孩子。反正我知道呢，我母亲的女儿里面老大，我母亲呢还有一个哥哥叫李长林，舅舅啊，就我大的，他的孩子呢还在台湾，一个是国民党的台北办事处的，然后他们
东啊，叫李正，有两点叫李会。这个就台湾那些青年八七大工八大一，我就不说了，能跟你重叠。但是总的来讲呢，他们在那里，我父亲呢，当时就走到了1948年，就是全国快解放的地下党做工作。地下党做工作，把我父亲，弃暗投明。我父亲轰轰烈烈的在抗元朝战争，还有那个东北军队军那个建设初期啊，就在东北，这个东北所有企业的都不建设。后来江泽民是大概是1953年的时候去到重庆汽车厂做机械的处处长。那么这里还要提到另外一个，江泽民是你的公子，江泽民是一个航运市场，汽车制造建设，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都打遍了全国跑来跑去，四海人家，哪里需要哪里人家。这个东西我在后面就我呢做了父亲这个事，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有个孝心，因为我觉得老大呢，作为儿子来讲，知父莫若子，知子莫若父，我是总想有机会呢报答一下，尽一下孝心。可是人死了怎么尽孝心呢？我母亲是我们贵阳的，我在贵阳呢那个。就买了个10块墓地墓呢，就观音宝座，还有一个什么墓地，我是用这种投资的方法，10几万，这个投资的方法呢，在我母亲的家乡，广东淡水，就叫惠阳淡水。我母亲这是从惠阳走出来的，就是那时候就是两湖两广啊，不是两广。那广东人作为这个，就是以华制华，就广东人呢，他的开放的比较先进，开放的比较早，以华人来制华人，这个就是，日本人也好，帝国主义也好，都是用这种中国人制中国人的方法，那就是用这个广东人，因为广东人劳动性能比较好，就像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去。劳动人愿意，这个是一个生产力的一个生产力素一样。就像台湾的台积电到美国去，就叫了这个台湾到美国，这个生产力它有个速度就比较一个落差，它一个就像那个鲶鱼效应它产生一个带动作用，比较当时的北方人比较懒散，就像打沙丁鱼一样。那么台湾人现在美国人也比较懒，沙丁鱼也就想用这种方法刺激生产力的话，那么我呢就未来我就想给父亲呢树个碑立个传吧，做个好事积个德吧，叫积德扬善嘛。父亲毕竟有一次呢在怀化有这么一段黄埔军校的历史，没有这段历史也没有我父亲的那种后来这个整个成长过程，包括报效祖国，所以我就想在源头呢给父亲做点好，想办个做个希望工程。我就投资了，一开始投资15万，他们那个教父贺征，来换贺征教父，当时是我父亲的一个原来的老同事，老同事他说来换我要不要去哪里出事了？他们就跟我说，我看他呢，这个美国这个做生意人，这个消防队啊，非常辛苦。当地的就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当时小煤炭局湖南教委啊，再加上那个怀化三中的那个叫林小普的一个老师，特别热情的招待我，煤炭局局长还有那个什么，然后他们说他们投资了10万块钱，结果呢不够，资金短缺，希望我能够帮助一下，我就投了15万。没想到这是个无底洞，后来又叫这个15万投进去还是不行啊，这个建一个小煤矿的那个湖南出的那个陈曦煤矿嘛，然后呢
又高又，我想呢，就做一个希望工程，给我父亲的将来啊，我父亲为这个怀化人民啊做点好事啊，就感恩报德嘛，就是这么一个初衷，结果导致我呢投资了30万，本来是说以投资的名义，以投资的名义，结果又来又给我画成一个什么呢？画饼充饥了，画成希望工程了，画成希望工程呢，我也没办法，因为强中央压不过地头蛇，他说那个像，利润又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吹得天花乱坠，我想以后再树碑立传吧，做好事赚了小煤矿的煤矿的100万利嘛，结果没想到这个失败，就是里面这个教师队伍呢。这教委里面也像这个腐败，全力腐败挪用嘛，这坑蒙拐骗把我到那每次去住那旅馆都是6块钱的旅馆，我都是住我都是啊，就是一般的卧铺啊，他们就这么样的糟蹋了我的30万人民币，付之东流。这个所以我希望呢啊，就是有个帮手嘛。我后来我就是后面再读叫夏金，啊夏金币，我就希望他将来把我这个投资这些投资的案件，啊来龙去脉，给大家一个交代，因为这样是我对父母的孝心，尽了孝，一个是给母亲呢，给母十分墓地观音保重，观音保重，这个呢也是个骗子，台湾的台商的骗子。目的这个是，而且这个当地的法院呢，啊，贵阳市人民法院、惠州市人民法院联合工商，刚才那个官商勾结来欺骗，把这个事情本来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这个商品，把它硬说的执行完了，所以我很生气，这是对我本来是对父母一个孝心，这个事情就像这个是。台湾定出的一个诈骗，金融诈骗一个，你看看，这是只是一个小 case， 他坑骗的不仅是我，很多这个案件，这个唐金塔，这个唐上面，在全国这个罪恶滔天，怨声载道，但是都和当地扯不清楚，高官当官的，他已经上了套路了，已经把这个作为一个把古时大陆这个官商公安系统、法院系统。还有这个地方那个台办都在保护这里的奸商那个台商，所以惠台政策的最后结果呢是祸国殃民的。这个事呢我们今天来讲这30条来讲实际上是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自己中国人看成是啊比台湾人的低人一等，最后给他们那个坑蒙拐骗呢自欺欺人呢，瞒天拐打开雷灯，这是我很气愤的一件事。所以国台办有时候，我反映一些问题的时候，国台办把我事情压来压去。这个事情我呢，我知道我这个事情叫刘瑜，叫这个就叫道德经叫做何大愿必有愿，这个圣人呢执左智左气。就拿着气焰我不去追究，但是我一样我不是那么样的，就不了了之那样的，我要讲清楚，这里包含着我的大爱，我要把我的爱心出来，钱我可以不要，但是最后这件事情我一定说出来，这个一个是好，就是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搞个不清不楚的糊里糊涂的，这不叫共产党。共产党就讲的认真二字，这叫做过去的这叫那叫官商勾结，权钱勾结，官官相卫，叫做腐败。这不是的，这个源头的那个法院都腐败了，这是源头的腐败。对，把这个地区啊，把这个地区的法院的这个法律秩序啊，把这个水给搅了，就像那个。日本那个核污染的废水投入大海，就等于是把这个大海给污染，把中国这个市场经济，把这个民营经济，把对台商的政策给污染，
这个叫反攻大陆。说我们呢还在温水里煮青蛙，我们这种坑蒙拐骗啊，这种信呢，那个什么呢，会台政策也好，还在那里云里雾里，还自鸣得意，就是我跟你说，两岸一家亲啊，啊，水浓于水啊，这个事情，我是心中有数，你不能那么打肿脸充胖子，不能看着这个农夫与蛇，他明明咬你一口，你还说这个蛇是，哎呀，这个农夫啊，真是愚蠢的农夫，包括我们的一些政法被腐蚀的一些政法干是愚蠢的，这农夫，我们如果还用这种人来主导这个两岸关系，主导这个土地政策，主导这个会台政策，那我们这个就是统一了一些王国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在后面我再谈到那个解决方法。我谈我的初衷，对吧？我那个孝敬父母，啊，我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因为我们家的人啊，都不支持我参与政治。从我家，我父亲呢就说务实自重，切勿从政。从我父亲那里开始，我们家这种初衷背景不适宜搞政，在中国就是当个技术工人。你现在能当个农民，无产阶级，农民是只有今天是一点的差都没有。你当个工人好，你这个石油工人，那个工人阶级呢？那个、你洗牌了，那你就是工人阶级。你从你这一代开始就工人阶级，后面就是工人阶级发展。好，我就变了，就改变了颜色。我父亲还觉得这个我走的路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去搞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太难。也不要当这个，不要在这个做工人。我就是这条路，他一直在工厂里，一直回到工厂，到特区里去搞企业管理。我是企，一个是 IT 工程师，西安是一地方 IT 工程师，一个是这个香港，一个是硅谷工业区和中美投资那个叫做工人 ，Air Production 那个 Air Production 那个 Chemical， 他们就是说。APCI 这个气体工业气体和化工产品，跨国公司呢，中方的这个总经理和助理，这么个经历。我是负责这个职工教育、人事管理、食堂还有车队，这种工作。总之是第一副以总经理助理。我那个老板是一个是香港老板叫邓洪生，美国老板呢，美国公司派来老板叫比尔，我六十，当时呢是60岁，60岁到20岁，一个慈祥，第二个很慈祥，很有精力，60多岁，那精力饱满，他一个人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全党的职工的工资，就是工资高了点。但是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公司，后来这个公司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子公司，这是一个中美合资啊，中美这个经济这个经济合作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这个很好，既中国既学到了流程管理。这为什么叫流程管理？流程管理就是企业的法制管理。过去我们企业的树立什么？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就确立党老板，谁是老板？其实老板其实就是一个人一把手，他说算，他就是法律。这个是我们的过去的民营企业是这么一个家族企业的，对，或者是说是帝王将相的那种企业，就是民族企业，多数都是一个老板直接说了话。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马云啊，那是不是建立企业制度，但是。我后来我去帮助四川的一个民营企业去建，我就是帮助他建立制度，在那半年时间，
就这个引起一个坎，我也是跟就建立一个制度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在这里呢，就是我在1987年、86年的时候，对不知过程中呢，就有一个法治观念。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是人治，就是老板高，老板的那个话高于一切，高于法律。就像如果华为叫人人跟一个人说了算，那个这个就不叫现代企业。现代企业观是制度说了算，董事会说了算。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反正总之我在做的，就是今年9月9号呢，我就谈我们孝心。我本来有件几件事情没做完，如果我这么走了不了了之了，我觉得上对不起父母，上也对不起国家，所以我必须要把我这些事情，我做的事情流露出来。我做的事情本身呢，在中央有一份详细的资料，我的每一步行动，我每一步我做了什么东西，我都要让中央知道我在哪里，我做了什么事情。就像我在这个就是个党性，就像我在美国啊，我自从那边这个我就知道我和白宫啊，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是2007年来的时候跟小布什同书，后来这个米歇尔，包括那个米歇尔第一夫人还有奥巴马总统，这个给我提名为总统公民了。总统公民不是美国公民，我还是中国公民。这个很多人如果要是想陷害我的人呢，他会抓住这个命令，你是美国公民了，那就把你的中国公民给注销了。No， 谁敢这样做，我跟他翻脸，我跟他打官司，打到北京那个中南海去，是吧？我是中国公民，拿着中国护照，是吧？我是拿那个，那么美国总统公民是什么？它是一个称号，它是虚构的，它是奖励外国人在对中国、对美国的有贡献的外国人，就对美国这个，也包括美国人，谁对美国的这个建设、美国人民啊有贡献，这么提名。这个提名呢，而且只是在网上那是给我的邮件当中提名的。我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看成一个真正的实名制，我认为这是虚名，这虚拟的东西。你关键是我声名之下其实难过，我是不是做到了，我是不是那个钱了，人当时那个米歇尔奥巴马提出一个要在社区里做很多扎实的事情，我就这样子做了，要在社区里树立自己的形象啊，我树立了，我是社区第一个啊鼎鼎大名的大名鼎鼎的义工，是第一流的摄影师 ，Number One。这不是在我们那个华美社区，我们是在这个大华府地区啊。好多那个DC 那些活动都请我照相，那个世界青年青年什么那个大会，也都请我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请我去照相，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义务，尽一个 warranty。那么，这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华府地区，这个照相这个水平，照相这个摄影这个照相，还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那 number one。这个来讲，我不是吹牛，对吧？这个是事实，是因为需要。需要我给大家服务，做这个艺术的加工，后续的处理，而我又在这个那个Montgomery College， 在银泉那儿去读了这么半年，学摄影。那我的专业们，这是经过了十多年这个磨练，这个摸爬滚打，活动的参加，有这么一个水平，大家承认我。而且我在除了这个照相以外，我在讲。那个兴趣课的时候，讲那个辅导课、公民教育的时候，提出了很多公民素质不一样啊，还有那个
哪一个文化怎么样的融入进来，这个呢我就有进步，大家也有进步。这个事情不能老讲，你不能挂在嘴边，主要你看你行动。在公交车上不要去搞那江小鹏一样，不要丢中国人的脸，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自爱，这个民族的一个自爱。那我们民族呢，往往有些人呢不顾重自己，他没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文明的意识，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的提醒。有时候你不用你说，你自己一个动作，你在那随时随地都能表现出你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你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你在那丢人现眼的，对吧？占小便宜，那确实是有损，不但丢你自己丢脸，你自他们，你给国人丢脸。这个事情是我们一个融入外国活动的一个过程，要培养本土人才，培养那个本土的这个做什么的。说到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嘛，你说，我妹妹的最小的妹妹的名字叫全。李全，这个全字啊，这个全字是我爸的一个，我父母的一个心意。从简单来说，哎，到你这儿为止了，计划生育就该就结束了，就全了。我们家儿女双全，四个孩子嘛，两男人两女就全了。其实不是，就像我父亲给我起个海，就给李东起个东字。这对这个都有深远意义。后来我什么权？委曲求全，成全。我父亲做人一辈子就是一句话：委曲求全，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一个成全，成全这个国家，成全这个人民。成全这个啊，这个新中国，这个成全，这个分量之重啊。今天我讲的就是一个成全，我给我父亲啊，投资这个30万在怀化，就是想成全我父亲的这个形象。我给我母亲投资在那个他的家乡广东淡水，那个想投一个成全我母亲。对家乡人民的一个热爱。那么我们这所做的一切呢，就是成全这个啊，从那个邓小平理论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出来，我们就在香港不断实践。我是第一批啊，一国两制的实践者、践行者、开荒牛，那叫香港的这个。我们就是想成全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呢，香港可以行，但是台湾行不通。我就在为什么行不通呢？我就提出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把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是联合国的中国的概念，联合国注册的是中华民国，现在还是保留。法无明文则不可触发。我们一直。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到今天，2023年9月9号，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国。这个是一个自己也搞不清楚，你怎么统一呀？就完成不了统一。首先，我们自己在理论上不统一，那个王沪宁就是一个。把王沪宁放在政治协商会议做主席，就是把一个错误的人放在一个错误的岗位上，就是一个阻力，就是一个障碍。所以我不是今天一天认识王沪宁的，不懂四字呢。从江泽民上台，我就从那个曾庆红把这个那个王沪宁调过来，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人。他所提出的理论就是拍马屁，一句话。歌功颂德，制造人治，整个把这个人民的这个共和国、人民的中华民国颠倒了，变成的是党的中华民国啊，党的人民共和国啊，就毛泽东的这个共和国，这个就把人都神化了，把
把那个一个国家把它就是皇帝了。新权威主义是什么？就是树立人治嘛，就王在法上，他实际上是什么？他实际上他是借树立这个党的这个权威，树立党中央这个权威来卖自己的这个私货，因为他好，他以此作为党的第二把手，啊，或者是说舆论界的第一把手，来主导这个舆论，排斥其他的异己。这个就是一个啊，我们就像四人帮、林彪四人帮一样，那搞的，你把实际上把邓小平就看不惯这一套，但是邓小平呢，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在欧洲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思想是教育，但是不就是不深不浅，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样的，又提倡公有制，公有制要有，私有制也要，都是发展生产力。看在什么地方、什么场适合于是搞公有制就搞公有制，适合发展的搞公有制就搞，就像高铁一样，你搞公有制搞公，要不然基本老实的。但是该有公私有制的叫私有制，邓小平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因为你的时间论来讲，你认识没有到这个初，你是在初级阶段，你只能有初级阶段。毛泽东那个阶段，他在天花板就是在中国这个接受这个。马克思主义课本的教育，就叫调教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邓小平呢，接受了一点，清廉法国的清廉结论那什么，但是他是打仗出身的，对理论问题他说要考专家，啊，但是他不同意这种的形而上学这种做法，实践出真知嘛。你没有进王沪宁连上山下乡都没有人，你当工人当了2年半，你就得靠个嘴皮子。你就去，这文人治国啊，这个历史上的，这亡党亡国的事情多了，我们党也是这样子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两个字，成全。我在这里还没讲到正题呢，啊，我就是要现在在我的余生当中啊，如果大家，我今年70了，我父亲到了我这个岁数已经。已经去世了。我为什么我提到我妹妹的名字？我妹妹是坚决反对去认证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全两个人，她的名字是让我想的。我们家一个李东，一个是李海，还有一个叫李阳的，德阳的阳，那个阳，啊，阳光的阳，啊，那个都是大德如阳，那个是我父亲。我父亲真是起名字上啊，这是我就是花了大德的钱，啊，就赐名一赐子。赐子一义不如赐子一名啊，啊，就是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啊，啊，关系他一生的命运，啊，关系他一生的性格，啊，我这个名字就起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嗯，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在这个大海里面，我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啊，自己要把自己的看认识清楚，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中国千千万万。但是我呢又有不一样的特色，因为我是台湾出生的，对台湾现在2300万这个台湾人呢是一个榜样，是个旗帜，是个引领的旗帜。那如果台湾人都像我们这样，啊，识大局顾大局，祖国早就统一了。我们讲呢叫成全，要成全谁呢？成全共产党。这个认识不足，对中华民国的认识不足，对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革命统一不两的认识不足，这就实际上就是搞乌克兰那个教训给我们很及时，给我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克里姆林宫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乌克兰这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叫什么晴天霹雳，就像昨天晚上那个雷，啊，电闪雷鸣，一个震慑，啊，看看这个人，哎，你搞一国两制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啊，很好，这个时代造英雄，乱世出英雄，我们看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站在这乌克兰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只要不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邓小平那么设想的方案，那还能今天还能拿出来那个当时晒谷子，陈杂子烂谷子在那晒，那绝不是。这个如果那样能解决问题，邓习近平五届国家主席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什么新时代的两岸关系的处理方案，那个新时代的两岸一国两制，这个东西都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纸上谈兵的，中无大用四个字，纸上谈兵，中无大用。这个那战争问题，你必须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嘛。内战没有结束，你要结束内战，你要经过内战的程序嘛。这法律问题，邓小平不懂，你习近平不懂，江泽民不懂，啊，我们下面的后面的都不懂，怎么来解决？按照国际法，按照战争法来解决。我就要成全谁呀？成全把拨乱反正，就要成全习近平，因为习近平现在还在位。在位一天就是，昨日之事今日之非，今天我们给他揭露出来，君子之责，五世而斩，君子之过，大家都看得到，君子之过，人皆日月之时，人皆见之，对吧？你解决不了台湾问题，你和平手段，你现在解决不了台湾问题，全世界都看到你无能，失效。为什么不能？因为你这个认识都不到位，你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法律常识都没有。我们说他不要你什么高深的什么国家统一这个体制啊，那些这个体制没有，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系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步一步来，对吧？我这个。我把这个一步，首先呢，我有一个 idea， 我把这个 idea 呢，设想呢，变成我一个理论的一个可操作方案、可行性的方案，把它领出来，把计划给出来。我觉得我的思想可以公开，为什么？包括解放台湾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要用战争的方法，这就是要用和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合同方案讲，请君入瓮，釜底抽薪，守株待兔。我就现在先把这个呢，我就把台湾那个置于死地，台独就置于死地了。我把那个16个字跟你说，同心同国，定名指针，而不是定名指戈。戈是一个武器，要有戈才能，你有针就有戈。隔壁的就用武器来了，就割平台驱毒，共建。我怎么能把台湾划出一个殖民地出去？划出一个飞地，划出一个飞地出去？不可能的，不是台湾人治理台湾就不对，全中国人民治理台湾。这个是我和邓小平和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和那个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台湾是全中国人民的台湾，应许之地是联合国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怎么能让那变成了蒋介石的一块那个风水宝地呢？怎么能够变成那个李登辉的那么一个外来政权干涉呢？怎么能变成那个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呢？怎么能变成马英九的一中各表呢？一中同表？怎么能够变成蔡英文的互不隶属呢？我就是要抓紧在蔡英文这个执政的尾声，并且这强弩之末，把台湾问题一锤定音解决了。擒贼要擒王，擒不把蔡英文拉下马，这个就叫不把皇帝拉下马，使得一身寡官把皇帝不把蔡英文就拉下马，这个就是习近平的无能。你等着拖到下一个赖清德呀也好，是什么什么什么也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差人了。
擒贼起嘛，就把从源头上把李从李登辉的这个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在内呢，都包括在那儿，都一直都让他在坐在谈判桌上承认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中华民国，你就是台湾省一个政府。说而且台湾省你还不是台湾省，叫全国人民来通通换条，你台湾都得走，那么就是来接管这个台湾，还不等到2024年的大选。你操这个解决台湾问题，操作在台湾人手上，你这个共产党是干，你这中央人民政府你是干什么的吗？操作在我则兴，操作在敌则亡。两岸之间在统一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契合之处，九二共识也好，那都是纸屁吹灯了。台湾方案我要另外一个讲，我呢，我告诉你，跟大家的，我在十年之内，我一定能成全习近平解放台湾，我一定能成全拜登的这个退出机制，我一定能成全那个米歇尔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和奥巴马在中国这个一个适当的位置，办学啊，教育啊，把这个教育把这个。你黄入河啊，叫什么以邻为壑，就把这个美国的一个正能量的文化引到中国来，还有要成全奥巴马，不是成全特朗普，成全共和党。我在有生之年我就一个人，就像奥巴马说的话，中国人要知道一个中国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那就从我做起，我就给大家做出一个样子。今天批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现在我讲的大概时间够了，我先告一段落。台解决台湾问题方案，我应该马上可以推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先告一段落，先想一想，你们有什么办法？你能问 ask you 啊 ，What can you do for our country？我得看一度说，你可以做什么为中国国家统一？你能做什么？我问问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从党中央到每一个党员，你能为中国的党那个国家统一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谁负什么责任？啊！当然，我在美国，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那么我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呢？我当然是做美国啊白宫的工作，啊，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在做 action， 从零到有，从 zero 啊 to success，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我一定要征服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就是我成全台湾人民，啊，成全中国人民。也成全美国这个事业。人生苦短，及时成全人民，成全人民共和国智慧，成全我们的党，成全我们的人民，成全我们的领袖，成全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最后成全我们自己。
这一代人讨论完了，下一代人又讨论这个结构。由于它是两难，由于它是未知，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很重要。任何永恒的作品，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我可能和大家所想的有点不一样。